上妆之后，那个劈腿男友回来找你吗？对啊。刚开始没有，因为刚开始太浓，刚开始不太会画，然后就拿眉笔，然后这样整个眼圈，就是整个眼睛涂一圈，然后就很可怕，对，就很可怕。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比较会，之后就有，就有回来找你，有啊，你有答应哦？哎，没有。对嘛？没答应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妆太浓，没有办法说 yes。卡住。对啊，为什么后来反而就没有要？因为就觉得他劈腿过以后，有其他追求者。没有，但是要问学姐，因为像这样子的话，他进来会深得学长喜爱，但是在学姐面前会有危机哦。对哦，有可能。请问众家学姐看到这样的打扮有敌意吗？学长，敌意吗？喊太大力了，不舒服吗？你这样怎么照顾他，露露？这个的话，我想可能帮他多介绍几个这个啊，隐形眼镜啊，不是，因为他那个感觉眼睛很干净。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学姐们就在讨论说，就有些是茉莉，她超激动，眼睛她泼太干了，我讲唇蜜都没有茉莉茉莉。你说不是，我说我看到这种学妹，我可能就想要请问她说，哎，你隐形眼镜会不会掉下来？因为很大眼睛就一直这样睁超大的，然后感觉她就那种就是妹妹头嘛，然后会拨一下，然后就说学姐好那种，我不知道，其实也会。太强，西西也按住了。西西就是另外一种，他超会学的。他是说，学姐你不喜欢我吗？没关系，学长喜欢。哇！学姐，小变男子，多少的你知道？他以前应该是这样，对呀。可惜你讲话也是有一点娃娃音，那你最近有没有被社服系的学姐讨厌？因为我大一都没有化妆。大衣没化妆，那有穿上衣吗？有。赶快去那边坐，保护你哈。好哇，是的，其实刚刚都是我们的学妹，接下来这一位是一个帅学弟啦，是交通大学资工系的金廷武哦。金廷武，看一下他的照。哎呦，奇男哦。哎呦，看本人才知道啦，马上欢迎我们交通大学资工系的金廷武。哇塞，有敌意的学长，差好多哦，欢迎，哎呦，运动型男，手脚很利落，哎呦。今年刚上交大的金廷武，高中时是风靡全校的热舞社社长，毕业成绩拿到全校第一名哦。这么文武双全的学弟，学姐们应该都等不及认识他啦。对呀，热舞社社长哦。等一下，刚刚那群学姐现在又嗨了。刚本来说就是说那个学长会喜欢我嘛，对不对？有恶毒的台词。没有。现在学姐看到这位学弟 ，OK 吗？圈叉。OK 的。不 OK。男女大声来。OK 的。有点嗨了，立文。是啊。还不错啦，就跳舞的。跳舞的是什么意思？跳舞的什么意思？他脸红一点，夸张的丽文，太夸张了你。学姐来讲，跳舞在你们心中等于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来，露露，阳光，好，这还蛮无邪的哦。嘻嘻，有活力，有妖力，哦，茉莉，有妖力。有看到这条曲线吗？有没有越资深的就越邪恶？对，阳光有活力，有妖力，恐怖。我们这边你要跟哪一位学长切磋啊？对啊，哪一位？选一个嘛 ，PK 一下。都会跳的，都行，知道吗？还是要找女生？龟脸，还是要找龟脸？龟脸 ，B boy， 选最软的啦。四指挑软吃。学长加油，学长。娘。